我们现在开始看《创世纪》四十七章，首先二十七节到四十八章二十二节。我们都知道雅各生了十二个孩子，约瑟呢？约瑟生几个孩子呢？两个孩子，还有呢？还有没有啊？我不太确定，我真的不太确定。我们看启示录好不好？启示录十几章呢？我要看的第几章，有没有人知道呢？十二个支派啊。启示录第几章？第七章吗？如果你们说第七章，我凭信心说七章好吗？对。第七章吗？对，看这里有没有提到十二个支派呢？你们看看那个名单好不好？对。第七章几节开始？第五节。第一个支派是什么？第二个呢？第三个呢？第四个？第五个？第六个？第七个？第八个？第九个？第十个？十一个？然后呢？最后呢？这里有没有马拿西？有。这里有没有以法莲？没有。以法莲去哪里呢？约瑟。约瑟啊？只有约瑟可以代表。只有约瑟可以代表他，对。可是我很想知道约瑟有没有另外的孩子，我不太知道，对。我不太知道，好像没有，可是好像可以有，对。这方面我不太清楚，反正他刚到埃及，还没那个饥荒开始之前，他生了两个孩子，两个儿子，就是马拿西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以法莲，以法莲。当然，好像每个爸爸呢比较喜欢长子啊，对。我这个不太知道，因为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很多人好像还是喜欢长子。他带来这两个孩子，对。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他的爸爸就是雅各呢，他祝福的时候他故意这样，对，这边是以法莲，这边是谁啊？马拿西，我们都知道的事情，对。这一天呢，雅各呢把这个两个孙子呢登记到做自己的孩子，就是跟其他律宾利威犹大一样的给他们这样的资格。他就是人顶，就是约瑟，他做的，他真的做了这个家庭，就是表示谢谢约瑟这样类似吧，对，给他两分，对。我们就是暂时复习一下好吗？雅各是147岁，他活到147岁的，就是47章27节，我们现在47章27节。然后呢，28节。好的，他出生在迦南地，然后呢，77岁的时候，他离开迦南地方，他77岁到97岁，就是20年在哈兰，他讲什么文？亚兰话，对，亚兰话，他换一个语言。然后回来迦南地，很可能继续跟他太太们还是讲亚兰文吧，对。那他太太们第一次到那个迦南地，很可能不太会。33年在迦南地，97岁到130岁，然后呢，最后17年在哪里啊？在埃及，很可能那个移民局啊，就是免他的那个埃及文考试吧，很可能你年纪大了，没关系了。可是他的孩子们更要学习的了，在那边是一定要学的嘛。可是我们知道，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啊，这个老板以色列人呢、啊，他们其实没有忘记希伯来文，他们继续在那，好像中国人一样到处跑，还是继续使用中文，在 Chinatown 唐人街就是继续用中文，所以很多孩子们下一代还是可以讲这个中文。对，17年在埃及，这个我们已经看过的。我们看47章30节好吗？
在哈兰的时候，他说一定要回去，他一定要回去。而且他在埃及的时候，虽然他现在没有办法回去，他希望在迦南地被埋葬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也就是接受神跟他的祝福亚伯兰的这个约，对，跟他爸爸以撒的约，跟他自己的约，他接受这个约，所以他就应该是在迦南地被埋葬才对的了。对，我曾经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是约的人，约之下的人。我说夫妻的关系啊，你怎么建立这个夫妻关系呢？我不太相信爱来建立，就是在爱上建立你的夫妻关系，我不赞同啊。对，我不太相信了。对，这个好危险，那人的感情会变得嘛。可如果你建立你夫妻的关系建立在那个约上面呢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。对，我就是认为就是这样。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呢，就是在神面前有一个约，在上帝的面前我有一个约，我一定要遵守这个约。很可能就是有的是不太喜欢他，他不喜欢你，会不会啊？你们现在不敢说，很可能夫妻在一起不敢说的吧，我不知道。对，一定会的嘛。这个呢，就是人就是如此，没有办法。可是你说我们根据月，在月上面建立我们的夫妻关系，这样的话能够恢复这个关系吧，要不然其实很难。对，47章31节他就是愿你的就是回去，三十节愿你就是到那个迦南地在那边被埋葬。我们属于那个地方的，我们是属于那个迦南地的，他接受这个约的。对，31节呢，我们就是简单看一下好吗？这里中文有给你另外一个可能性，为是以色列在什么地方？床上，床头上，那敬拜神。这个神，希望神里面没有出现，没有出现。敬拜谁呢？你看希伯来圣经有一点不清楚。对，我们都记得那个约瑟的梦当中第二个梦是什么呢？太阳还有月亮还有星星拜他嘛。对，他的父母有没有拜他呢？妈妈有拜他吗？妈妈没有机会离开世界了啊。另外的妈妈很可能是。他的爸爸有没有拜他呢？他表示谢谢他，就是48章会出现，就是给他两分，两个儿子，就是带他们，就是接受他们，就他自己的孩子们一样的儿子们，所以这个已经表示谢谢的。可是呢，这里敬拜谁呢？敬拜谁？啊，不是神，是和本加进去的，对，文论没有的。中文的单词好多，中文的单词好多，可是希伯来文单词有限制。所以的是你们看中文圣经的人、啊、已经有解释的，已经有解释的。对，我看真言书，真言书那个扎进去的那个单子非常多非常多。比如说就是得到妻子，中文圣经是得到先妻吗？好的妻子，对，先妻。这个先这个字呢，希伯来找不到。对，马扎伊莎马扎托夫，他得到了太太，他得到了好的，这样的意思。可中国人得到了坏的太太，没有父亲，所以一定要叫什么？先妻。所以你们已经决定了，你看这样的和本的圣经啊，你就是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很好的妻子？说我不能说有父亲。可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没有那个先或者好的，明白吗？就是得到了妻子，那个妻子没有说好的或者坏的，对，单单说妻子的意思。弟兄们，记得你们有太太吗？没有吗？要谢谢主啊，谢谢主、啊、好吗？姊妹们，你们有先生吗？要谢谢主啊，好不好？对，这就是夫妻啊。真言就是这样说的，可是中文圣经已经达到那个先妻，已经就是先定那个字的意思啊。这个会出问题，这次的人会一定会出问题的了。对，这里有张主任，我跟他说，他说他是敬畏圣的人，我是怕圣的人啊。我是怕神的人，我知道希伯来里面呢，怕也好，敬畏都是一个单词。你们觉得敬畏比较了不起吧？
我说帕金也是一个单词啊，对，这方面你们要非常小心。比如说你们可以说知识跟智慧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我看真言是知识智慧完全一样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平行里面常常有的是用知识，有的是用智慧，就是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，智慧的开始，知识的开端了，两个都有啊，两个都有啊，对，所以怕耶和华是不是智慧的开端呢？不要说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，怕耶和华才是知识的开端，不要这样说好不好？对，中文的单词好丰富，西班牙的单词有限制，所以你们单单看中文的时候啊，会出问题。有的时候我知道，就是华人，就是传道人张新写，依靠那个中文的翻译，听起来很好听，可我心里面非常难过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知道西班牙文，西班牙里面不是这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可是这位传道人是讲得很清楚，对，因为中文就是很多单词嘛，很好听的，其实很好听，对。有的是翻译的那个翻出来的结果呢，那个中文圣经呢比西班牙圣经更好看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比如说《撒母耳上》呢，我每次看《撒母耳上》那个西班牙圣经，心里很难过的。那《撒母耳上》好像这个抄圣经的人或者写圣经的人，好像有点大瞌睡呀，对，好像大瞌睡呀，对，就是奇怪的，这个西班牙好奇怪，对。前面是这样，好奇怪，你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可是我知道啊，对。这个撒母耳上看中文或者看英文很好看，可是呢，看西班牙圣经真的奇怪，对，好像有一些问题啊。给你一个例子好吗？撒母耳上十三章第一节，你们看。四十岁吗？你们当有没有人 NIV？ 三十岁吗？这是什么事啊？谁是一段呢、啊、？NIV 还是和合本呢、啊？和合本是一段还是 NIV 是一段呢、啊？两个都是吗？你看 NIV 说三十岁，和合本有四十岁，你们没有看过吗？这是什么问题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谁加上？抄的人还是翻译的人呢、啊？为什么他没有合作呢？为什么没有合作啊？这三十也好，四十也好，他自己要放什么自己放的了，知道吗？不要这样翻译啊！对，那个地方是。那个西班牙，他们很可能他们动那个西班牙，他们就这个，我觉得还可以了。那个西班牙还可以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扫罗做王一年，那就是到第二年这样的意思啊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问题啊。可是他们觉得这个西班牙，按照他们所知道的，他们的文法来知道这个西班牙，他们觉得没有叫几岁，所以他们自己放三十岁、四十岁，你自己可以放一百岁，没问题吧？对，这样不行啊，对，这样不行。所以都是翻译的人，就是翻译圣经的人要小心，真的要小心，因为这个影响很大。对，很多人看的不是原文圣经，很多中国基督徒看的不是西方圣经，还可以啊，看的是中文圣经，所以要小心的。那很多人单单看中文圣经，认为这个中文圣经是从天上下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圣灵感动的，连一个也没有错的，是不是啊？这样的信心很宝贵的嘛，对不对？信不信呢、啊？不信，不信呢、啊？这好快嘛，这样很单纯的心。我们回到四十七章三十一节，我看西方圣经，我可以说我真的不知道他这里呢，这个以色列或者雅各他到底拜谁，我不知道。我再说，中文圣经里面看的是敬拜，你们一看敬拜，我知道你们。敬拜的对象是谁啊？啊，这里有问题啊，这里有问题。我看这个西班牙单词呢，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吗？不一定是敬拜，就是这样鞠躬的意思，知道吗？鞠躬给人，鞠躬给神，
什么人都可以的了，对。你可以翻译敬拜没问题，对。什么翻译都可以的了，就是鞠躬这样的，这样就是 vaishta 或者是 shak 就是这样，你的身体就是稍微低一点这样，鞠躬的意思啊，对。到底他鞠躬给谁呢？我不知道，他就是把自己的头，就是 hamita， 就是 rosh， 阿罗夏米塔，在对不起。不是头，对不起，阿罗夏米达是什么意思？在那个床的那个上面，或者那个罗西就是头的意思啊。所以中文怎么翻译呢？在什么床头上，这没问题。在床头上，他已经生病的人，他是老人家嘛，对不对？快要死啊，在床头上就是鞠躬这样的意思。请问他鞠躬的对象是谁啊？你们已经该注意啊，对。我说。这个翻译敬拜的话，你确定会说这是神敬拜的对象，是吗？敬拜耶稣好不好听啊？你不会，绝对不会这样说的嘛？对，中文和本杂了这个神，可是我说希伯来圣经没有神，这个敬拜这个字呢，可以翻成鞠躬的意思啊，就是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这样啊。对，你可以翻成敬拜没有错，可是敬拜已经是做决定的了。如果是鞠躬的，就是是不是以色列表示谢谢给约瑟呢？很可能是啊，这样明白吗？就不一定要是这样的。还是我觉得这个爸爸呢，快离开世界的时候啊，对约瑟的心思很特别。对，我们到最后一章49章，我们会看到他对约瑟的心思非常特别，非常感恩。对。爸爸就是像儿子，儿子啊，谢谢你，行不行啊？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对。如果这个是因缘约瑟的梦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的了。那这里呢，最好是不要叫什么字啊？神这个字不要叫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替的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过来吧，你来着，好不好？对。现在有没有引用旧约圣经啊？这一段经文有没有被应用呢？在哪里啊？哦，这么厉害，我们大概看好吗？对，你可以给我休息，你上来吧。对，希伯来书第几章？11章都打开。我们老师说11章，我们老师继续说第几节？快一点，第几节？我不知道，21节吗？对，11章21节，我们一起看好吗？你们的圣经神有没有点点点点？这么大胆啊！你们人类这个希腊文圣经有没有这个神？你们看希腊文圣经吗？还是不看还知道啊？请问我再问你一下好吗？希伯来书新约圣经都知道是新约圣经是希腊文记下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希伯来书刚才我们的老师说11章。21节，我引用他的了，好吗？我不太知道。11章21节，中文这里有才要什么？不是，敬拜什么？神。请问，在希腊文圣经里面有没有“神”这个字呢？啊，所以说有，所以说没有啊？啊，你们是希腊文专家，不是希腊文专家，忘了对？啊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我刚才说他大胆嘛，他胆就很大了，对。因为希腊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个神，你们找到吗？现在11章21节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里我找不到啊，找不到啊，对。他依靠什么东西啊？不是依靠，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也负责什么？帐篷，帐篷那个创世纪呢？一样不一样？怎么办呢、啊？怎么办？没关系吗？有关系啊，对，不一样。它是应用的，在那边是床，这里呢，
张头敬拜神，神，我再说，这里希腊文圣经也没有这个神，对。到底他敬拜谁呢？这里敬拜是确定是敬拜的意思吗？还是鞠躬的意思啊？鞠躬的意思，鞠躬的意思。这个希腊文是 proskineo 动词啊。亚历山大这个年轻人占领那个巴比伦之后呢，他慢慢接受这个东方的文化，那就是他不是勉强百姓这样做的，可是这东方人呢、啊，他们会鞠躬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亚历山大的朋友们，他的将军非常不高兴啊，对，这个 proskinesis 的问题很严重，因为他们在亚历那个马其顿呢，他们都是做朋友，王也好什么都是一就是朋友的了，对。就是平等的关系。现在到了这东方之后呢，亚历山大这个年轻人就是接受他们东方的文化，那他们自己怎么办呢？其他的人所有都是鞠躬给他，他们自己这样没有做，有一点奇怪嘛，对不对？就他们受不了这个，快受不了。只有亚历山大好像蛮喜欢这个，其他张家好像不喜欢啊。这就是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个鞠躬的问题了，对。这里一个问题呢，新约旧约圣经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一个是杖，一个是床，对，那个就不一样，我们知道的。第二个那个敬拜，这里新约圣经你们圣经也是敬拜神，虽然这个没有出现和本呢，没有放点点点点，为什么他这么用感知道吗？创世纪已经放了神，为什么不放呢？应该是这样的吧。创世纪既然放了，为什么不放呢？对，为什么要放呢？对，就是加进去然后没有放点点点点。你看英文圣经有没有神？没有啊，希腊没有的了。对，这里也我们不太知道。请问，你负责账，负责这个账，现在鞠躬谁呢？你回答吧。你很想拜神啊。不错，你们是敬畏神的，我是怕神的，不错。对，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你看向下文那个11:20开始好吗？然后21节呢？那22节呢？若他是敬拜神的话，就是因信心，因为有信心，雅各这样就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是告诉每个孩子的那个命运，祝福他们，然后呢，就是负责这个他自己的将来，就是敬拜是什么意思啊？跟信心有什么关系？跟信心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太知道，对，我不太知道，对。这个因为信心，他有哪一种的信心呢？他有什么信心呢？我们回去47:30好吗？47:。他吩咐约瑟是什么呢？嗯，把我回到那个带回去那个迦南地，在那边埋葬嘛，对不对？约瑟会不会听这个吩咐？我不知道。现在这个爸爸有没有面子吩咐他呢？这爸爸有没有面子吩咐他？我觉得还是没有吩咐他的了，没有面子的了。对，这爸爸还是没有面子。他保护不了这个孩子啊，他很疼爱他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保护不了他，这个10个孩子就是骗他22年，对，22年来你没有办法保护你所亲爱的孩子啊，对，谁照顾他？这22年来谁照顾他？神照顾他，这个已经不是你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已经不是你的孩子啊，对，他非常谢谢这个约瑟，对。谢谢你啊，我人也是这样，我很可能我的解释不对了，到了这个地方我一点受感动，我真的受感动。这个爸爸呢非常谢谢约瑟，约瑟啊，你真的救了我的家庭，我做不到，
我这个老人家有这么多孩子，应该好照顾我的孩子们，我就是保护不了你，而且这个是个你的哥哥们，这些兄弟们这么欺骗了我，就是这样被欺骗22年，我这么笨蛋了，我应该早一点是才对的，这样的人了，我没有资格活啊。对，可是你做了这个家庭，非常谢谢你。他会不会鞠躬呢？会不会啊？我觉得会的了。而且最后我拜托你，就是我死了埋葬在什么地方啊？在那里啊。对，就爸爸会谢谢他的了。这样的就是我认为这里就是不要敬拜，就是鞠躬给谁啊？约瑟。这样的他的梦啊已经应验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才可以的了。对，你不想接受没关系了。对，我没事好吗？是没事。可是我们有的是看圣经的时候啊，对，我们就是太喜欢神，就是其他事情不要紧啊，就是什么都神啊。对，什么都神，什么都弥赛亚，什么都耶稣。可是有的是就是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这样，而且翻译的人也是帮助我们啊。对，帮助我们什么？让我们误会神的话。对，好像有这样的。对，可是看希望是你其实不是很确定的了，可是我一定要好好想这个情况如何。对，爸爸谢谢孩子有没有问题啊？好像很多的爸爸们很难做到啊。对，你是爸爸吗？你是妈妈吗？不错，可是你的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，一个独立的，在神的面前，你的孩子都一样，不是你的孩子接着你得救的，没有这样的事啊。我们的上帝啊，他不想被称为爷爷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不要做一个年纪大的一个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不喜欢做。我的大姐的老二是42岁，在多伦多，他的孩子应该称我爷爷嘛，对不对？我的外甥不懂，哎呀，叔叔啊，我的孩子应该称呼你，怎么称呼呢？我说爷爷呀，你不懂吗？超市在韩国好超市，爷爷爷爷。我说，哎呀，这里不要说爷爷了，叔叔好了。真的不好听啊。对，所以我知道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不愿意听那个爷爷这句话，他要做永永远的爸爸的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人单独在神的面前，对，每一个人单独在神的面前。所以雅各鞠躬给孩子，我觉得没问题啊。你们试试看好不好？谢谢，到这。